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小猪佩奇家今天买了这个钓鱼池玩具，他们家准备要做一个钓鱼比赛小游戏。看看包装里面还有哪些介绍呢？这就是我们这款钓鱼池玩具啦。好了，赶快拆出来，让小猪佩奇的一家开始钓鱼比赛吧。钓鱼池取出来了，电池也装好了，有五根钓鱼竿。佩奇想要玩钓鱼比赛，爸爸妈妈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先让我和乔治比赛吧。好好，那就让佩奇和乔治先来一局。开动开关。啊，有好听的音乐，看看小鱼都张开了嘴巴。看见小鱼张开嘴巴，赶快把鱼钩放进小鱼嘴里面。哦，还是佩奇厉害，佩奇钓到了一条大鱼。乔治要加油哦。好，佩奇又钓到了一条。因为乔治还小，所以乔治到现在还没有钓到一条。哦，佩奇又钓到一条，乔治你也没有灰心，只要你努力，一定可以钓到鱼的。乔治加油啊。哦，乔治终于钓上了一条鱼。哦，佩奇也钓到了一条。比赛结束了，我们又来数一数，他们俩谁钓的多。佩奇钓到了一条，乔治要加油，看看你可不可以超过佩奇呢。乔治现在才钓到了一条，佩奇已经钓到好几条了。钓上了一条，好，佩奇又钓到了一条，看来乔治想赶上佩奇没那么容易了。这个小鱼不是那么好钓。好，佩奇又钓上了一条。佩奇又钓了一条。乔
治到现在还是一条鱼。哇，乔治终于又钓上了一条，乔治钓了两条了。哇，这个钓鱼池还有这么多美妙的音乐。佩奇又钓上了一条。好，佩奇又钓上了一条。哇，差一点，佩奇又钓上了一条，可惜让它跑掉。好，乔治又钓上了一条。哦，因为咬到钩又跑掉了，狡猾的小鱼。快点咬钩啊。好，乔治钓上一条。好，穿上鱼竿，两个小家伙都玩累了，关上开关，看看他们的成果吧。看看乔治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乔治钓了四条鱼。再来看看佩奇的，佩奇很明显比乔治钓的要多，数一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黑棋一共钓了十一条，弟弟钓了四条，所以佩奇远远的超过了弟弟。佩奇得了第一名，接下来由猪爸爸和猪妈妈比赛游戏咯，开动开关。开始比赛。哦，猪妈妈先钓到了一条。猪妈妈很厉害啊。哇，猪妈妈又钓到了一条。好，猪爸爸也钓到了一条。猪爸爸加油，超过猪妈妈。快来咬钩啊，狡猾的小鱼。猪妈妈又钓到了一条。好，猪妈妈也钓到了一条。现在猪妈妈是三条，猪爸爸只有一条。哦，猪爸爸钓到第二条。加油，猪爸爸！猪爸掉了三条。猪妈妈掉到了四条鱼了。好，猪爸爸掉到了四条鱼，现在猪爸爸和猪妈妈成。
苹果都是四条鱼。好，猪爸爸又钓到了条，现在猪爸爸超过猪妈妈了，猪爸爸有五条鱼了。哦，猪爸爸又钓了一条，猪妈妈快点加油啊，超过猪爸爸。咦，咬到钩了，又会跑掉，猪妈妈又钓到了一条。明明都咬到钩了还会跑掉，不容易钓，猪妈妈又钓到了一条。猪妈妈又钓到了一条，看看可不可以超过猪爸爸呢，加油啊。猪爸爸钓到了一条，比赛相当激烈，猪妈妈也钓到了一条。好，看，猪妈妈又钓到了一条。两人各自钓到了一条。不会是一样多的数目吧？猪妈妈又钓到一条。哦，好了，鱼池里面还剩下四条小鱼。关上开关，我们来数一数猪爸爸和猪妈妈钓了多少条。先看看猪爸爸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猪爸爸钓了八条。再来数一数猪妈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哦，这里还有一条，十二。猪妈妈一共钓了十二条，猪爸爸钓了八条，所以猪妈妈是超过了猪爸爸。所以这次胜利的是猪妈妈，这两局的游戏呢，是猪妈妈和佩奇两个人赢了。好了，小朋友，这期的亲子钓鱼比赛小游戏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屏幕下方点击订阅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节目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